我用什么？我想把蛇，再弄把阿兹呢？弄完之后吧。打白通知要怎么打？快走！气球集合！这蛮渣，我真没想到啊！回家喽。快！快！感觉太受挫了。这么火，随便开车逼他们家走位，拖他们家时间，烦个毛！再上上我要死了。孟婆出阎王长枪是干嘛的？我都不知道。孟婆的四神能出阎王长枪的？开车路途中去探别人啊？我都搞不懂。哎，这个四神凭什么出阎王长枪呢？你干嘛？别炫我，别炫我！赢了！赢了！这样赢了！我真肥了！哎，你撤退！放了，我一点吧。稳一点，我再打你一点。我放的是炫耀的，应该不会行了，我现在都没露脆。退一下呀、啊！他位置暴露了，然后动作被开了。哟哈，好像还可以。哎，别杀我呀，我死多尴尬。对了，别杀我。看，一波。这么薄的这个刺杀这么牛逼。哦，这也能赢。但我输出肯定不低，好吧，对吧？我输出肯定不低，至少也得25吧，25有点低了。我觉得这把输出我应该也有30。下边，拜拜。